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第一，经文第三段啊，记赞分第四小段，北方功德会菩萨十首偈，从第一首看起。诸法无真实，妄取真实相，是故诸凡夫轮回生死欲。这首偈，清凉大师给我们一个提示，说凡迷缘起之无性，执着相而轮回。文字不多，把这一首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经文虽然只有二十个字，它的义理深广无限。诸法是说一切法，大佛法讲的遍法界虚空界，小讲到微尘啊，今天科学里面所讲的宏观的宇宙，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全都包括在诸法两个字的里面。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一切法里面没有真实。你决定找不到真实。实在说呢，这个事实都在我们面前。我们总想找真实。真实有没有呢？真实有。在哪里呢？就在现前。你不认识。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是把真实找到了。求人印证，是不是真的找到真实了？那老师说道一句来，出了个题目你说一句给我听听。学生刚要开口，老师用个巴掌把他嘴巴捂起来。这终于都悟了，真的恍然大悟，真的说不出来。真的是什么呢？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你能说得出就不是真的了。
你能想得到的不是真的了，不但不能说，想都不能说。那所以老师出这个题目出得好啊，哎，道一句来，你说一句来，啊，学生刚一开口了，啊，嘴巴一捂，真的不能说啊，开口便错，动念皆拐呀、啊，真实在哪里？没有一样不是真实的。你们注意想想看，这些诸法叫法相啊！啊，佛法里面说的，法相从哪里来的？法相是法性变的。古来祖师大德用比喻给我们说，不好懂啊。把法性比喻作黄金，法相呢是金器啊，黄金做的这些金器啊，琳琅满目啊，啊，我们过去有一个同修，他专门做首饰啊。他不是真的首饰，是假的啊！但是假的他是镀金的啊，做得非常美啊，他是镀黄金啊。这种首饰呢在全世界销路非常好啊，比真正金首饰还要好看啊，但是价钱很便宜，丢了不会伤心啊，这个十几块美金就可以买个这个项链呐、啊、手镯啊，啊，所以它销路非常好，啊，也能戴个两三年，两三年之后它就褪色了，啊，这个好啊，确实是非常之美呀、啊，啊，那么他带我去参观他的展览厅。展览厅里面就做各种不同的花样，没有相同的，10000多件啊，那真是珠光宝气，琳琅满目啊！他带着我们跟韩馆长一起去参观啊，韩馆长还挑了大概有10几件喜欢的挑了，那就赠送了啊。所以这个是用金跟金器来比喻，就是金在哪里？金是能现的，金不就在气里头吗？离开气哪有金？离开金没有气，离开气没有金。你这个比喻懂得了，性在相中，法性是能现能变嘛。法相是所现所变嘛，就跟气一样嘛。真的在哪里？真在妄中，妄在真中，真妄不二啊。什么时候你能够见到真的呢？大乘教里面佛讲的太多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的完全现前啊！你所看的那个现境界，就是一真法界，法法平等，那、啊、都是黄金嘛，法法平等。没有丝毫差别啊！然后你再晓得十法界平等，佛跟阿鼻地狱平等啊！你用黄金，同样是黄金，造一个佛像，造一个阿鼻地狱的像啊，造得很像，很美啊，都是高度的高级艺术品，分量一样，价钱一样。平等啊，
啊，不平等从哪里造出来呢？是你的分别执着里造出来的。离开分别执着，平等心就现前了。所以相宗教导我们呢，转识成智啊。啊，我们凡夫不知道用真心啊，真心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妄想，那是真心啊，是你的本性啊。三字经上讲的人本性本善啊，可惜啊，凡夫迷了。清明大师讲啊，凡迷缘起之无性，无性之性呢，就是真性啊，就是法性。着相呢，就有轮回。这句话说得好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执着来的，不执着。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我们能相信吗？在经教里面呢，熏习这么久，能信啊。佛告诉我们这三种烦恼，从烦恼的延伸最初是妄想，由妄想生分别，由分别生执着啊，这个是有次第的。虽有次第，但是速度太快了，速度是刹那之间呢。啊，所以在我们感官世界里，好像它是同时的。啊，它确实是有速度，这个速度啊，就是亿万分之一秒，太快了。弥勒菩萨说得很好啊，那些话我们都要牢牢地记住啊，要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关照的作用，你就容易开悟啊。啊，你就是无实无明，就是妄想啊，念是妄想啊。啊，念升起了之后，它就升起物质了，有念，物质就是产生了。有物质，那个物质，这物质就是此地讲的诸法了，法相啊。这个法相里面呢，就有法性啊，法性什么实啊？你看，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实是发现啊，发现变了，变成什么？变成见闻觉知。
如果没有念呢？没有念的时候，见闻觉知也没有，物质也没有。啊，见闻觉知是心理现象，佛法讲心法色法。啊，现在这个学术界讲的物质精神。所以没有念的时候，精神跟物质都没有。那才是真正的一真法界啊！要知道，连一真法界的名也没有啊！你有这个名，你已经起心动念，已经有分别执着了。这个事实真相。不但佛说得清楚，你看中国老子第一句话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也讲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啊，你才能真正看道啊！啊，见到道了，道是什么呢？道家讲的太极发心。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万物就是此地讲的诸法。啊，太极怎么会生两仪呢？太极是不动的，这一动啊，就产生两仪了，再动就生四象了。跟我们佛法讲的很接近啊，佛法讲法性啊，他说太极就是佛法讲的法性啊，这个念头一起呢，法性就变成阿赖耶了啊，阿赖耶是第八识。阿赖耶这一动呢，就变成七识了，变成六识了。啊，再变成前五识。由先后次第，但是速度太快。我们没有办法辨别这些次第啊，而且佛讲的透彻，这道没有佛讲的那么透彻，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讲的什么呢？念念不相知啊，前念不是后念的啊，后念跟前念呢有相似的相，不是完全相同啊，所以这现象是我们在这个讲习报告的时候常常给诸位提起，是个什么现象呢？相似相续，不是完全一样的啊，相似相续。如果我们念头没有了，这境界就没有了啊，境界是念头生的，有念
就有现象啊，就有实。无念呢，相没有了，事也没有了啊，那是什么境界？那是说不出这个境界。佛法有个名词叫大光明藏，啊，还有一个名词叫常寂光净土。诸位要晓得，常寂光净土里头，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都没有。啊，那科学里面讲的，科学讲了一句话：宇宙啊，没有开始之前是什么样子？就是常寂光净土。啊，没有宇宙，没有诸法。啊，那什么？那是自性的本来面目。啊，那一动呢？一动就变成了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我们也称它做一真法界。啊，真正的一真是常寂光。为什么呢？十报庄严土有相。诸法现前，虽有相，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那个相啊，也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但是什么？它变化，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很小。啊，当然也是念念不相知。但是他那个相续相呢，是很相似。那我们可以说是你简直没有办法辨别。啊，好像这些相啊都常住啊，啊，永远不衰，永远不变。其实还是在变，哪有永远不变？刹那刹那在变，它变化太小了。分别呢，变化就大了，执着变化最大。啊，那我们用水来做比喻，常寂光净土啊，好像这个水完全是平静的。一点风浪都没有，啊，水干净、澄清，从上面能看到底，啊，一点波浪都没有，像一面镜子一样，啊，这个好比是常寂光，啊，那起了一念了，啊，变成阿赖耶了。啊，也就是变成了十报庄严土。啊，它有微波，水真的是动了，有微波，可是我们没有发现到它动，动的幅度太小了。啊，确实在动，没有不动的。啊，这个道理呀、啊。佛家呢很清楚，这都属于科学，啊，现象没有不动的，啊，佛说这物质世界什么四大了，四大就是它有四大种的性质，啊，第一个它是物体，叫地大，啊，它是物质现象啊，你能看得到它了。啊，第二个性质是它带电，啊，带阴电，带阳电。阳电佛法里面叫火大，阴电呢是水大，
啊，或者我们讲的，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温度啊是火大，湿度啊是水大，还有个风大。风大是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啊，这你就晓得，所有物质都是动的，不动哪来的物质？啊，这个原理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哎，物质从哪里？物质无中生有，那个无不是无，是从性。性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但是动，它就会变物质，变出精神。精神物质都是这么变出来的。啊，这个动就是佛法里面讲一念不觉。啊，一念不觉，那个一念就是无明。所以你有念就错了。啊，大彻大悟是什么境界呢？没有念头了。念头没有了。啊，这就成佛了。回归自信啊，他还能起一点微微的念头，那就是十八转念头啊。有了分别了，就不叫十八转念头了，方便有余土。有了执着呢，凡圣同居土，不是？这不是讲得这么清楚吗？啊，凡圣同居土是六道，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那你就晓得，如果我们把执着去掉了，我们不再对这些相执着了，知道这些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现象，它有生有灭。这个讲得更细啊，有为就是有生灭的。你说哪一法没生灭？刚才讲了十报庄严土还是有生灭啊，它有生灭它才有相，没有生灭相就没有了啊。常寂光净土没有生灭，没有相，这个说得好啊。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包括常寂光净土啊，你也不能执着啊。啊，为什么不能执着？它根本就没有，所以你的执着是错的。啊，这个叫迷惑颠倒。那么这个事实真相几个人认识？太少了。啊，认识的人菩萨了，正德的人如来啊。啊，我们今天也晓得一点这些常识啊，这些常识是听来的啊，听释迦牟尼佛说出来的，我们这才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啊。虽然知道不得受用啊，为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真心还是做不了主，当不了家，一切呢还是妄心在摆布，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支配了你受这个摆布啊，这是妄心啊。
三个都有，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这个心叫轮回心，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轮回业，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学佛讲经说法啊，念佛参禅修定，只要执着没有放下，轮回心。啊，那么学佛讲经参禅，这个世间里面的善法，果报呢是三善道而已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这一生修点点福，来生享福。享福的时候很容易迷惑，迷了又造罪业，福享尽了，这个罪业现前了，业力现前了，啊，就又回到三途去了。佛给我们说得清楚，佛对得起我们，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决定是在三途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所以，六道众生的家，三途是他的老家，三善道是出来旅游、观光旅游。时间很短促，这个事实真相，佛要不是为我们说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啊！啊，如何处理六道呢？放下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的执着，六道就没有了。啊，所以清凉大师这一句话，好啊，执着相而轮回。啊，为什么你会执着呢？啊，迷缘起之无性。不知道一切万法的真相，啊，一切万法的真相没有自性，所以这相由性空，事由理无，这是说万法皆空啊。可是里面有又有一个现象，叫因果不空。为什么呢？它有报应啊！你行善，它有福报；你造恶的时候，有恶报。啊，这个善恶果报啊，是随着相续相下去的，这个东西都在，它不会消灭的。经上有一句话说：“假使百千劫，这个时间长。”啊，你所造的业不忘啊，因缘聚会时，果报还自受啊。啊，你要是真正懂得这首偈，啊，你就会在起心动念，你很谨慎。啊，不能有一点恶意，
有点恶意是你自己的造业，将来自己也受果报。啊，可是不起恶念呢，难呐、啊。这是妄想吗？止不住吗？啊，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你要起念呢，就念佛，想佛。啊，代替你那些妄念。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太好了。啊，所以我们佛门弟子，那平常供奉呢一尊佛像，啊，这个佛像呢天天不能离开，啊，如果佛像太大了嘛，你这个旅行你行动不方便，现在可以照相。啊，你带一张照片，无论走到哪里，啊，佛像跟着自己走，本尊呢？本尊供在家里，啊，天天看他，天天想他，天天念他，其他的都不要再念了，啊，你念其他的都吃亏了。啊，许多同学听我讲经，啊，都想跟我见一面，没有意思，这个念头错误啊！啊，你应当常常想啊，我要跟阿弥陀佛见一面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这就对了。啊，你天天来找我，你去不了极乐世界，你错了。你迷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念佛到极乐世界，你念佛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见面不是很好吗？何必在此地这个地方见面，就去不了极乐世界啊。这个时间是无常的，极乐世界比这个地方时间长久啊！时间长久什么原因呢？我们现在人懂得有时差了。啊，宇宙之间真的有很奇特的时差。这个奇特的时差是，时间是讲快慢的，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间100年。逃离天才一天，你看这个时差多大啊！极乐世界的一天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一劫《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下贫下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修12劫，这个12劫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时间，不是他们的时间啊，12劫才能花开见佛，生10报庄严土啊，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生到极乐世界10报庄严土，花开见佛啊，那是什么地位呢？华严经上讲的初住以上的地位啊，华严经初住菩萨就10报庄严土了
需要12个几十二劫，那在极乐世界呢，这就是12天呢。我们这一劫，他们一天呢，你就晓得成佛多快啊！所以我们看他们不老啊，他时间过得太慢了，他不老啊。都是一个妄想生起的分别。这个境界，如果你细细的去观察，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能看得出来。我们人能活到几十岁啊，寿命长的可以活到100多岁啊。我们看看水上的浮游，小虫在水面上可以跑来跑去的浮游，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所以它要用它那个一生来看我们人的寿命，那不就我们人看天人看佛菩萨，哎呀，无量寿啊，不就这个意思吗？他那几个小时就是他的一生啊，他的几十年100年。你从这个地方就看到是时间不是一定的啊，浮游看我们人生呢，就像我们看天人呢，飞翔飞飞翔出天人，寿命80000大劫。我们从这些地方细密的去观察的，能够了解佛所说的诸法实相不管时间长也好短也好，全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时间不是真实的，空间也不是真实的连一真法界十法界都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常寂观净土真实的是大光明藏，那是真实的说真实也不是真的真实，说虚妄也不是真的虚妄这个话大家能听懂吗？真实跟虚妄也不是真实的，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到诸法实相了。诸法实相是没有差别相你才见到真实你才见到真实什么？一真也叫做不二就入不二法门，正一真法界我还有二，你就不能入佛门。佛门是不二法门有我有他，入不了不二法门。什么时候你能懂得众生跟佛不二凡夫跟圣人不二天堂跟地狱不二真妄不二是非不二也就是说找不到对立的了
整个宇宙是一体，哪来的二？这个时候是你真正契入啊，《华严经》上称为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发什么？诸法是自己，即法身。啊，虚空法界，森罗万象啊，不是别人的，是自己。法相跟法性彻底的明白了，随顺是德，违背是造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接受佛菩萨在地藏经上说了一句话，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我们听到这句话肯定了。为什么阎浮提众生哪一个不执着？哪一个不分别？分别心、执着心是轮回心啊！无论干什么，他都在造业。放下执着，不再执着了，他证阿罗汉果，他叫正觉，他不造业了。啊，所以六道没有了。啊，他们生活的那个境界，叫四圣法界。啊，声闻。圆觉、菩萨、佛，啊，他没有执着，他有分别，他有妄想，不是究竟的，不是圆满的，在佛法修学里面叫小有成就。因为发生般若他都没有啊，只是有少分解脱啊，解脱六道里面这种见思烦恼的苦他没有了啊。大乘教里面常讲啊，八十八品见惑，八十一品思惑，这个没有。那我们修行从哪里着手，不也很清楚地告诉你了吗？啊，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把跟人对立这个念头消除掉，把跟事、跟一切万物对立了把它化解，从这里下手，你是真学佛。啊，要对立，化解对立。在我们学习课堂里面，
不要执着眼所相，不要执着名字相，不要执着心缘相。这化解对立从这开始啊，这课堂里头啊，啊，学随喜功德，啊，学随缘不攀缘。你当下就得自在呀、啊！啊，清安自在，你当下就得到。烦恼清，智慧长了。所以这个第一句话很重要，你要有这个认识，你没有这个认识，你放不下啊。这就说到哲学上的一句话了，知难行易呀。那怎么知道行易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菩提树下夜读明心，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行义啊，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实验，也示范啊，他不认识字，他也没学过经教啊，佛门里面什么仪规他也没学过啊。黄梅住了八个月，在对房里面做义工，每一天干活，舂米破柴，他就干这个。啊，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半夜三更啊，这个坛经里面记载，诸位都熟悉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意，我相信没有经本，因为李慧能不认识字啊，可是没有经本的。啊，讲到厌恶所住二生七心，他就彻悟了，嗯，放下了，放下就是啊。啊，这一放下的时候，他说出二十个字，这二十个字什么？二十个字说明他见性了。啊，性是什么样子呢？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一听的说，行了，不必再说了啊，一波就给他了啊，叫他赶快走啊，怕人害他啊。为什么要害他呢？嫉妒障碍嘛。啊，多少人想做祖师，多少人想要衣钵啊，没想到五祖把衣钵给他了啊。他在道场里面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啊，他的猎人队被躲避躲了15年啊，你想那个15年，大家才把这桩事情淡忘了，哎、啊，他出来了
后来有护法了，没有护法不行啊。啊，那护法是谁？印宗法师。啊，那个时候在南方就大德了，这是讲经，参禅讲经的法师。啊，那都不是凡人。啊，印宗法师知道这回事情，知道他是从黄梅那里得到衣钵来的了。啊，给他剃度。啊，所以印宗是慧能大师的剃度师。啊，剃度之后，印宗法师又拜慧能法师为师父，这个可不得了啊！啊，这一下就把能大师的地位也提升起来了。那他是印宗法师的师父啊，哪一个不尊敬？哪一个不听话呢？